米线吃，你知道吗？给它吹上一口，蘸点这个小汤汁，来上这么一口，哎呀妈呀，有点烫，这个吃到嘴巴里面浓浓的米香，还带点韧劲，一定要来点醋啊！喝一口这样的汤，哇塞，太满足了！这个米哈，这个米线您多煮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它会胀大的，它会变多，知道吗？闻一闻，哇，太香了，全部是韧劲，吃在嘴巴里面哈，就那种爽滑，然后还有米香味儿，还有那种韧劲，您在外面是吃不到的哈。来，再来上一口。太棒了！来，今天晚上。